们今天有机会重新再回到三月发生的事情，大家投入的努力，我们一起奋斗的痕迹。我要跟大家讲，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跟我有同样的感觉，经过三月之后，台湾从此不一样了。另外，除了台湾变得不一样之外，三月的事件在整个亚洲也受到高度的关注。在这边，我今天开映前有征得导演们同意，我们最后，我们是不是一起来为离台北坐飞机才80分钟地区的香港的朋友们，为他们加油啊！在三月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非常多的香港朋友飞到台湾来支持。大家还记得那部布幕吗？请台湾人站在香港人的尸体上前进。今天我们要告诉他们 ，Hong Kong, you are not alone。我们把手机拿出来好不好？我们请把大家手机拿出来，把灯光打亮。我们在晚上的台北街头，告诉现在在香港已经撑超过一个月的朋友们，继续坚持下去，我们在台北给他们加油，好不好？我们大家一起来。OK， 请大家准备好。好，有一些人的手机可以来拍，然后回去上网哈，不要大家通通点亮了哈。来，请大家跟着我喊：香港加油！香港加油！香港加油！需求上到我们太阳不远的粉丝页，让我们这个漂亮的纪录片，让我们这个勇敢的故事唱遍全台湾。谢谢大家。好，各位朋友，最后我们这个活动的举办有非常多的幕后的朋友在帮忙，包括今天的舞台灯光音响，江先生几乎是用义务的价格来帮我们做这场演出好放映，非常谢谢他们，在后面吗？谢谢他们，谢谢。另外，朋友们要回去的时候，请顺手把旁边的垃圾稍微整理一下，我们现在现场没有物资组可以来帮助大家了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如果你还不想回去的，中山纪念堂自由广场门口还有活动，我们往那边移动好吗？谢谢大家。谢谢我们这个导演们热情的掌声，谢谢他们好吗？谢谢大家。